其实人生就像巴士，就是会有人上车下车。吴珊如毕业于美国华盛顿大学。哇！那这个学期其实很开心，能够教到大家。校长特别说，因为我年纪比较小，所以把就是比较难带的班交给我们。有没有注意到我们有两张空位子？那我们就掌声欢迎两位转学生，欢迎江宏杰，还有。那个我180公分，70公斤，双鱼座的，对，双鱼座，对，心理小剧场很多，怎么情了？双鱼座男生没有，很爱情了，双鱼座，真的，我没有，我不会，这是恋爱节目是不是？我们是在三老板嘛，然后老板先坐下来倒酒，小心小心，男模会馆嘛，然后是一个悲情角色。那你放心了，因为大家我们都不喜欢双鱼座。真的吗？那我就要先离开。老师，很少有一些同学哦，只是讲了自己的星座就被淘汰了。你确定这个是有海选？可以聊别的，快点。我觉得好像就是头脑简单，四肢发达型。嗯，哎，那符合，没错，这种东西，你以为你比得过我们吗？对，跟我们比头脑简单，对，发现撒娇，我跟你讲，我们更厉害的是我们四肢已经破了，对，对，拉伤拉伤痛风，我们说刚刚我在外面有隐约听说你五肢都不发达，车了，各位同学，这一关我们要玩的叫做音乐动词动。刚刚大家都已经有了解我们游戏，不了解，需要示范，需要示范一下吗？哇，好烦哦，好吧，让我示范一下，好了，示范棒，预备，拍拿放，拍拿放，桌拍拍，拍拿放，桌拍拍，拍拿放。大概就是这样，就死了。哎，你差点就过了，对，最后一个。我发现你认真起来也是看起来蛮笨的。我很不会。认真的女人最厉害。加油加油加油！怎么会有很奇怪的声音出现？怎么了？什么东西掉下来？哎，你检查一下，我们刚刚有看到东西掉，是安全扣吗？不要拉，那怎么不要拉？人家就是要拉才要安全。放手放手，哎，不要拉了，放手。好远哦！放手放手。
灯了。嘉宏杰坏掉了，太远了吧？我听得到他的心脏在跳动。来了，来了，来了。好快哦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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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啊！哎，桌球王子。我想回去打桌球。我把桌球桌把它逼成这样了。姐。老天爷要我们干嘛，我们就在干嘛。你敢砍可以吗？不行，不要怕。朋友，一生一起走，那些日子不再有。老师跳舞给你看，你还蛮适合。我有看到宪哥的影子，我有看到宪。